我一直忘记讲近身，那我命杀手也可以看一下哦。昨天我其实真的是忘记讲啊。那再来，我觉得我一直好奇说，不要讲更多东西。训练速度可以看一下，但是没有侦查。嗯，这我觉得这边都可以稍微参考一下啦。哦，肌肉之舞很帅耶！我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适合讲的哦。你们可以在这边先参考一下，这个我就觉得比较适合讲了。没有了，这个应该是比较适合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整个都不适合，不是，都看一下啊，也不知道从哪边说起。目前先把这一只给拉上去吧。那不是说我还有体力吗？还没刷新的样子呢。啊，对吼，黑狮到底可以做什么呀？先看一下最新的战斗，今天就跟你们讲到这边。那像他这边其实有一个城市，我觉得都可以参考一下吧。今天先跟你们讲那个好了，因为我觉得那个还没讲过，就是我这边有一个州长档案哦，或者是一些。兑换跟终局之战，终局之战是什么意思啊？哇塞，太猛了吧！战斗机了，这有些奖励。